兵分两路。大五轮炮台的弹药库。妈妈，我们上去了。好。上去看炮台。这个就是哈。你刚刚讲的那个弹药库轨道啊，从这边就推。推弹药就很方便，很方便，对。蜻蜓啊！有很大只的蜻蜓。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边也是放坐盘子的地方。看起来也是炮台哦。什么？你看，是薄盘区。薄盘区是什么意思？有四门炮吗？是不是？薄盘区什么意思？薄盘区共设四门薄座，此处为其中两座，方形凹槽为看不清楚薄基座，转弯用的啦。扇形凹槽为看不清楚。谢谢大家。